国语有声善书。圣德堂善书《生命之光》，主祝仙佛为九天司命真君。九天司命真君降，诗曰：开光点眼出阳神，早晚奉香显圣真。蜡火明灯开绝路，三千孟母得为邻。造为光明之相，请述仙佛圣像金身开光之意义。仙佛神灵居于高明之天，洞视三界，无微不察，何以要在开光呢？因仙佛金身圣像由树木凿成，雕刻师傅在雕刻过程中刀笔齐下，将整个神像撒得满身灰尘。虽然金箔贴身，成为一尊庄严圣像，但此时还未能现出其神。如车油电充足，若不打开开关，点火发动马达，这辆车子停止不动，不能发挥作用。神像金身加以开光点眼，表示点火发动真神，不再是木偶像。火光为纯阳之气，代表光明。一般人替金身开光，用朱笔点之，朱墨为红色，代表火色、血色。神眼有血色，显示是活仙、活佛，即具有灵性与活力。神眼一开，可比明镜高悬，察秋毫，辨中间，分差恶，发挥救世护民、诛邪驱妖之法力。故言神像需开光，化龙要点睛。那么世人修道呢？需要请名师为你点玄开窍，以显露本性，日见光明，修成活佛、活神仙。屡见拜神之香炉发炉燃烧，一般人都觉有异，造君为火德之神，请示此现象之意义。香炉发火，意为炉中香火太盛，热度过高，香脚会整个燃烧，此可言为香火旺盛。二者为神圣对善信或祖先对子孙有所指示，无何方法，只有借火引燃香脚，以示警告。香之本来由上慢慢沿下燃烧，则属正常。若由下发火燃烧，表示下民有事，故称发炉，指火急现象，如人被火烧到脚，非伤亦痛。世人逢此可用圣告请示吉凶，但不必慌张烦恼。发炉有时是吉非凶，有时则无关紧要。在人修道论之，火候如果成熟，亦会发炉，以显示出生命之光辉，乃是火中开莲之象征。发炉以定吉凶，吉者表示仙佛在炉中炼丹赐丹，正气浩然。凶者如人无名火爆发，气得暴跳，如脚踏火炭，烧毁自己灵体。无名火烧毁功德林，这种牺牲自己无益他人之举，是愚痴行为。世人修道甚多受人情束缚，虽牺牲自己，但是人己皆无益处，这是愚行，浪费能源，好像在睡觉时还点一盏明亮电灯，不是白费吗？神像金身开光点眼后，有否可能侵入邪灵？神像开光点眼后，偶尔被邪灵侵入，冒充仙佛名义，作祟家人。故主持开光点眼者，最好请有道之法师或修道者或仙佛扶鸾亲自为之最佳。雕刻之木材不清净，或开光点眼者道行不深，或本身心术不正，邪气冲塞，此种功德不修的人，替仙佛开光，则难于请到真神降临。以俗人之眼睛而言，要洗眼，请各庸医；药水本身不清净，或用未经消毒器具，加上技术不精，乱为病者眼睛动手术，有时小病受传染病菌而变大病，或经庸医之手，不但不能开光，甚而变为盲目。世人要替神圣开光，一定要身心沐浴清净，在焚香祷请神明降临。善信本身也可以自己焚香祷请仙佛，以无形开光法为之。其法如下：心雕金身请来，每天香火不断插在神前炉中，口念佛光普照某某神明，眼耳鼻舌身意正法六通，洞视三界，救度众生，诸邪覆昧，金光速降。焚香时念三次，经过七日，神像自然开光，因香火发光照亮神现，加以温度上升，七日一阳来复，天地灵气感动，如小孩之出生后，慢慢可以自动开启神眼。今日世界能源危机，请示灶君的看法。科技发达，食衣住行预热，讲求享受，因不知节约而浪费过多，所以产生能源危机。人之心田藏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能源，但人类不善开发，依赖于机械，使能源消耗过大，四肢日渐退化。所以要重振人类本能，需要多劳动躯体，不可溢出仰赖机械而生活，造成头脑发达、精神衰弱。世人宜自力更生，有言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自身之火力已甚为旺盛，应好好加以利用，否则远水、外国石油如何能救得近火呢？
一、主持开光点眼者，最好请有道之法师或修道者或仙佛符鸾亲自为之最佳。二、无名火爆发，气得暴跳，烧毁自己灵体或烧毁功德林，这种牺牲自己无益他人之举是愚痴行为。感谢司命真君造君的慈悲开示，我们一定要吃素，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，可断除杀业，又有大福报，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，不然往生末后 98% 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，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，业障较重，求道的人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，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，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？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，没有的话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，拱恒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，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，武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，拱恒堂的昊天紫寿灵修院，就这两间而已。小编知道会花点钱，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，这辈子就花这点钱觉得值得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正在募款新建凌霄宝殿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，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